这不是我整最后一个上的，我先上多好。那姑娘也得下来呀，是不是？那都挑谁下来？就这么大挑几个姑娘下来呀，是吧？我看看啊。就我说他就原生天使就那一个人下来吃。你整这老师爷干啥呀？心也不疼啊。丹子姐，挑点瘦的，挑瘦的，挑瘦的补一补。到十六号吧，十六号。他应该帮我张罗张罗席啊，有张罗席的啊，也带你一份儿，也带你一份儿。十六号王老土，等我一叫一起下来啊。十六号王老土，然后呢？十一号，那个九号李红，好吧？好，这都是以前这都在农村生活过，吃大席这都知道。缘分钱是给谁了？给八号了。八号啊，八号就必须得下来啊，八号必须得下来。还有谁？四号。啊。四号下夜是吧？几个了？来，其他人一号吧，一号啊，二号不能再吃了。掌声有请。哎，十二号五月啊，来，五月，来，掌声有请。来，坐。我也想去。我的妈呀！你还会脑残？你坐我这儿了？哎呀妈呀！我能不能换个位置？啊？我能不能换个位置？他也嫌我。你坐那儿咋的了？我坐这儿有压力。这么的，小伙儿，小伙儿，你想坐哪儿？你说，坐谁旁边？中。坐这儿啊！他拿袋走的，你瞅瞅。先造点吧，啊？哎呀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开造。咋样啊？尝尝都咋样？你们别光忙着吃，介绍介绍哪道菜味儿。你知道你吃的是啥吗？四喜丸子，这个。这个在咱东北叫四喜丸子，它是一个淮扬的菜，它正常叫狮子头。王老土，你慢点，王老土，我怎么觉得你容易噎着呢？不着狮子头。对，你知道为啥它叫狮子头吗？不知道，我别吃了。不知道，别吃了。我得尝尝啊！燕子，你还能挤进去吗？能。还有蘸酱菜，我的妈呀！这不到家了吗？哎呀妈，鸡头都造了！啊？你这是一点没含糊呀？啊？哪个菜味最好？介绍介绍啊！就是这个鸡肉啊，老好吃了。干啥呀？干啥呀？哎呀，上手啊！你干啥呢？我回家给我们家狗拿家去。你家狗吃海鲜吗？啊，你们家狗馋那口了。这啥节目？这美食节目吗？这厨艺爱了，别人没有机会了。意中人可说了，没机会了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参加黄不散的跟黑不散的的婚礼是。他这是扯呗，第三个短片不用放了，走吧。此时此刻搂不着席的老王，强烈向朋友们推荐搂大席喝真真，饭菜指定更有味儿。找对象喝真真，不管啥样都能配对儿。干，没吃着了，走一个。咱应该感谢一下小伙，咱就坐这造上去。来举杯，举碗，来，感谢黑色不散的小伙，祝你今天介绍成功，你俩。早日结婚，好，有请。我这个人吧，搁外边说啥是啥，手底下人呢都比较听我的，但是我这人公私分明，从来不把外边的事呢带到家里来，回到家呢我就好好哄你，咱家事呢
小事你做主，大事我做主。但是咱家基本没啥大事，基本没啥大事。我比较喜欢粘人的姑娘，我走到哪儿都可以带着你去哪儿。回到家了，一起洗衣，一起做饭，一起看会《全程热恋》。粘着证明咱俩感情好，总比一天处决横散的板个脸强。如果你有自己的事业，可以忙你自己的事儿；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做个全职太太就好了。我在外边工作，你守着后方。我认为我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话直，跟朋友直。你来两手空空的，啥也不拿，你好意思啊？就下回啥也不拿，别来了。行，跟家人直。好了，别人讲的啥玩意儿？你讲的不好吃，多好吃啊！姐夫，你说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。那就对了。你这求生欲可真强。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，喜欢直来直去的，不喜欢拐弯抹角。台上有喜欢我这样的姑娘吗？你好，张晶。就是说话直，我感觉这个一点都不是毛病。我妈也总说我，老姑娘啊，你出门啊，你跟人好好说话。你说你上来你跟人横着叨的干啥？我说我没横，我说话就那样。我感觉这一点都不是什么缺点，继续保持啊，加油。啊，谢谢。张晶说感觉说话直一点不是啥缺点，你都不知道啊，老多观众和网友都说了，那张晶吧哈，不张嘴还挺好的，一张嘴吧就觉得狠叨叨的，你就都不敢往上吵了。我妈总说我，就是前两天我不感冒了吗，啊，来我家就来我店里来看我来了，就说我感冒我也闲不住，我说我就呲了，我说大冬天的死冷寒天的，你说你打车来干啥，我也没事，我也说咱我也死不了啥，就感个冒啥，你至于吗？我妈说啥，我妈就说你说我大老远来看你了，你就别呲了我了。是的，你的本意呢是心疼妈妈，结果呢大老远的死拉冷的，你嘚了吧嗖打车上这嘚瑟干啥？妈，我妈给我妈冻的进来都嘚瑟了，我说你来干啥呀？哎，如果要是这样性格的姑娘能不能行？这种挺好。你可想好啊，这外边咱东北冬天还冷，零下20多度，你冒着严寒，然后你带着东西吃的来看他来了，一开门他这大冷天咋没冻死你呢？我是指定会这么说，但是我下一秒我指定是让你进屋给你暖和暖和，是不是挺冷的，冻坏了咋整？得劲儿。能接受就好啊，能接受就好。有的人是特别喜欢，有的人就是觉得听完了心里拔凉拔凉。你好。你好小伙儿，看你挺实在的，还会做饭，你看我咋样？我也挺实在，我就想找个实实在在的。实在挺好，我也喜欢实在的。细心懂啊，糟糕眼神躲不掉，我还想对啊，看起来都挺本。你说说你自己的优点，给自己拉拉票。我也挺会过日子的，精打细算，买东西的话我都相比一下，完了看哪个价格合适再去买。场上是11号李月娟的灯亮着，来掌声有请11号月娟，有请。实习问一个想问的问题呀。我最想问的就是你对彩礼这方面怎么看？彩礼是我们那边的话都是10到15万。10到15万，你们那边，你家是哪儿的？辽宁抚顺的。那这个彩礼是给小两口还是？我认为是自己的吧。还是给这个小家的，是吗？对对对。哦。接下来我们倒数计时3秒钟，来看一下小伙的选择，一起来。三，牵手，二，一，牵手，往前走呀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为啥呢？抚顺那个地方，我太熟了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第一个女朋友就是抚顺的，我在抚顺待了将近4年，所以说这个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太熟悉了，姑娘非常好。但是我走不出那种阴影。那你还是没忘了你前任？这个不是忘不忘的事，就是当时年轻嘛，我18岁的时候就处了他，跟他在一起将近5年，
所以说这五年当中在抚顺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因为初恋每个人都会全情投入，可能这一份全情投入会让他觉得可能这一段的记忆暂时没有放下啊。那好，那我们把掌声送给月娟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长春的夜依然灯火阑珊，有多少人在红旗街头转身而散，开始的拥抱总是那样温暖，再见会却成了